怪，我的花瓶放哪儿去了？嗯，明明放在这里啊，真是太健忘了。老是忘东忘西的你，有福了，记忆增强药现正特价中。有啊，记忆增强药。嗯嗯，想到啊，果然在这里。你正在为身高不够而烦恼吗？高高长高药有啊，长高药。痛死我了，真是的。哎呀，我受伤了，还好我有健康复原药。有啊，复原药。不要再乱吃药了啦。整理用药清单，充分了解每种药物的使用原因及方法，把所有正在服用及使用的药物及保健品告诉医生。平时要按照处方按时使用药物，若有来路不明的药物或成药，千万要请医护人员确认过才能使用，千万不能自行服用哦。